建議，在近一過去幾年之內，已經發生多宗兒童慘被毒害的事件，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可憐這些無辜的幼童，就在這裡用他們的生命和他們一生的健康，成為了以權貴貪污腐敗缺乏監管問責的強暴政權的犧牲品。中國歷來的教訓已經太多了，正如趙連海所說，萬不能再讓幼小童真的孩子們受到任何人為的傷害了。這些無辜的幼弱受害者的慘痛悲劇，理應深刻反思，疾心痛手。我們每一個受難的兒童的名字，理應受到尊重銘記，以警惕國人，避免人禍重演，珍惜生而為人的尊嚴權利。其實今天4月4號是香港的兒童節，我們呼籲公眾關注中國的災難保護，並聲援那些為了這些保護抗爭維權而惹上官非牢獄之災的良心犯。